应该先放旧的嘿啦，插上去玩了，啊，插上去玩了，让它飞啊。哎，到了吗？没哈，就直直的飞就好了啦。啊，直直飞就好了啦。底座一定要坚实耐用。小的哦。一支五块的啊，冲天炮，做最好是要那个的，这个做还不是最理想。砰！只用酒瓶来放，重量还是可以的。啊，去完，冲天炮，然后放猛点，没啦，拿远一点放啦，不然臭死了。好的，这边呢、啊？不要，这边就好，这么就好了。等一下，等你姐姐了，先不用放了，不然很臭嘞。一只玩嘿，啊，一只玩，给绑掉，不然很臭哈，还没吸废气。点来看未？我都用迄种好啊，免弄黑啦，迄免遐长啦。头前我记过晒啊，我电，我还记啊，我还赖蛋嘞。我不是，是他是有问题。OK。他那个是引起来的，他去。来，我点看看来，我刚刚赖蛋嘞。你哪办玩一下？我刚刚赖蛋嘞。我不知道，你能不能用我的？我刚才那赖打嘞。我都是两二十台。那我点一支看看。啊、我还赖打嘞、啊。我点一支啊，会叫的哦。会叫的。那我点看看。我也很久没有玩鞭炮了。这是会叫的吗？哦，这品质刚刚好。哎呦，恐怖！还蛮好玩的。OK， 还蛮好玩的。照顾我身边炮啊，啊，其他学伊那是较好啦。真是的哈、哦，那小朋友去玩就好了。来啊，你放，我来帮你拍。那小朋友去玩就好了，今天。除夕夜，有时候放水，那冲天炮很暖，就是在等待啊，会怕怕的，紧张。哦哟，有没有？哎、哦欸，恐怖啦，真的是离远一点，哦，北波是在不？哦，北波啊，危险的，都会怕会喷到人，所以冲天炮真的是啊。什么？冲天炮是嘛是危险的，玩冲天炮真的很危险的，离远一点，真是离远一点。我都呼呼炸。哦，北奔吼。呼呼炸，知道不？系啊，喂。对啊，哦，北奔。有看到哦，北奔那边，哦，北奔。小心！哦，北部都开始开太空堡了。那点没开？哎呀！恐怖！啊，动作老特的吼，结果个无，动作老特个无，哈哈。错呢，哈哈，啊。很臭呢。伊讲较俗啦，旧年买嘛对不？恐怖嘞！其实放鞭炮真要戴护目镜啊，真的，危险的，危险，他会乱撞。哦，北波，他很狠嘞。
鸡蛋。来，你放遐贵一点咧。OK， 放一只看看。拿一只看看，放比较好一点的。放比较好一点的。你看嘛，伊也是较后边哦，揪啊落，但只骨较崩。看嘛，放。哎，你喷火啊！等遐紧点点的。嘿，较大声一点。你叫人来点胜利之花啦，无等要伊种来，即摆喷火啊！迄个坑流见，小弟，迄个坑流即喷火啊啦。我买这个点。好啊，这就点一点啊！今天别充电宝坑流，这喷火啊！你喷火也坑流，错个。今日叫来看胜利之花，要点啊！去叫来看生意之后再单鱼诶。OK， 好了，就到这边了，拜拜，再见，新年快乐。